说到 BBA 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一看车标就倍儿有面子，关键是 BBA 的车型造型设计都是比较有质感比较帅的，其中宝马 X6 更是宝马中最帅的一辆车型了，深得消费者喜爱。可是现在有一款车即将上市，这款车上市之后，宝马 X6 恐怕都得靠边站了，这款车就是长安 CS85。长安 CS85 的颜值比宝马 X6 还要高，虽说和宝马 X6 的造型很相似，但是比宝马 X6 更加的上档次。长安 CS85 的外观设计最有特色的应该就是前脸部分，很有视觉震撼力。前脸采用的是家族式的叠翼式前脸设计，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颜值不低。长安 CS85 的前脸设计正在以往的设计风格上有一些改变，一方面看起来很像一个张开的蝴蝶，而一方面又像一个张大的大嘴，给人很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而中网部分和两侧的 LED 大灯是融合在一起的，加上中网部分还加入了许多镀铬饰条的设计，看起来比较的激进。并且车身的尺寸对于家用是比较足够的，该车尺寸为4720毫米、1845毫米、1665毫米，对于一款中型 SUV 来说已经是非常足够使用的了。另外该车尾部的设计也可以说是很少见的，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贯穿式的尾部设计，但是仔细看会发现贯穿的地方周围还使用了镀铬饰条，看起来比较精致。此外该车搭载的是 1.5T 和 2.0T 发动机，发动机的不同配置的排气管也有所不同，分别是双边单出和双边双出，匹配的是 6AT 变速箱，从数据上看性能是足够了。不过由于该车现在还在测试当中，还没有正式上市，所以内饰上的一些配置都还不清楚。不过外观和动力都那么棒了，相信内饰也不会让消费者失望，毕竟长安是国内比较不错的一家自主品牌，自然不会砸了自己的招牌。